开饭了，家人们，粉条炖鸡翅鸡爪啊，老公来口肉。哎呀，谢谢。今天这米饭焖的特别幼稚，搅个鸡蛋，火腿肠，来块大葱。你看咱俩是东北人，这是牛胸口啊，来口，好吃不？好吃，肉丝软炒的。看着奶奶家的大碗。我妈说我家这碗不是碗，是缸。